的世界是糖果色，少年的世界是无限可能。走过二十岁的路口，我想对自己说，我的世界还有很多未完成。我想去拥抱未来，完成我的未完成。如同取名一样，名字就像标签，对于小动物也好，人类也好，他们的生命同样也是独一无二的。洗澡，走了。芊芊很健康，很健康，我来抱吧。去洗澡喽，走了。你好，你好。先放桌上吧。好，来给芊芊洗澡了。他跟你真亲，他特别喜欢挠我。我们洗澡之前呢，会做一些基础护理的操作。现在我们先给他剪指甲。好。一般狗狗我们剪指甲的时候，我们先看一下，是黑指甲，我们就一点一点往下面剪。它现在不听话呢，我们就用一些专业的动作给它固定住。好，把它的头呢朝到背后，然后胳膊呢从它的头上面绕过去，然后固定住它的身体。我们先把这个尖儿给它剪掉。哎，你看它疼哎，因为指甲是血液和它那个神经的交集的地方，所以它们的指甲都比较敏感。要不然我给他抱着吧。那我们抱着剪啊。冷啊，脚或者特别容易划着人。然后把这些脚先再剪一下，然后我们再摸，基本上这个就差不多了。脚底毛不剃的话，它可能会潮湿，会容易得一些指尖炎的病。啊，现在就给他洗澡。好，来上这边浴室。你怎么拴我身上了呢？啊，小心啊。挺可爱啊，这个先把它往地上撑，这是试到手嘛，对，手背，用手背去试水温。狗狗的体温跟咱们体温稍微高一点，正常感觉舒服的位置稍微再热一点。哦，水要再热一点点。对，好，可以了。好，把它全身先伸湿。乖，真乖，芊芊很乖很棒。它的发型已经改变了，现在变成了一个小光头。我们边给它冲浴液，边用手去搓，在身上挤啊。搓，他们的动作也很温柔，对，他们很舒服。给你按一下，看你这个挺享受呀，芊芊。钱老板，你什么时候把账结一下？你得付我薪水啊，钱老板。好，给你冲一下。这里还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一点点，一点点，哎，一点点，一点点。上个浴袍。香香香香，好，香香。认真对待每一个生命，不仅仅意味着单纯给动物供应吃喝，能够耐心的陪伴宠物，也是负责任的表现。在外不乱食，不对其他人构成不必要的麻烦和伤害，才能友好的与环境和平共处。然后我们开始让芊芊学一些简单的这个口令，比如说坐下、握手，然后趴下，尝试着让她坐一下，看她能不能学会。你先来吧，芊芊，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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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觉得她好像更喜欢你抱。芊芊，芊芊，坐。坐，哎，哦，好乖，我感觉他应该一下就去了。对，然后可以试着看看握手吗？不 OK， 你来，你芊芊握手，手，哎，好棒，这是真的好厉害啊！他真的学会了，对，真棒，奖励一下。芊芊起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这个有点难哈。咱们可以试着让他能不能，站起来，让他跳一跳，拿吃的闻一下。芊芊起，哦，好棒，好棒，很棒。好吧好，再来一次。哇，芊芊起。哇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，成功了。好，多奖励点。好。小动物们喜欢人，总是黏着你，希望抽出时间陪它。可是它们与人类语言不通，很多时候即使生病了
再不舒服，他们也要撑着陪着你，哪怕只是呆呆地蜷缩在你的身边陪伴。